啊，那儿啊！我操，这么点小狗，你看，啊，真有一个，啊，真有一个，什么小狗跑你家门口了？小土狗。在哪儿？在那个腾飞桥腾飞二号楼四单元那边。腾飞二号楼，这是别人家走丢的狗呗，还是流浪狗？对。对，就别人家就谁怎么都没人认，他们跑家门口去了。邮局那个楼。哦哦哦哦，不知道，行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好了。四单元。好了。没有人开车呀。老四。去救那个说不清地址的地方的小狗去。我知道这片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楼是。哦，这是一号楼，这是一号楼，里头那个是二号楼，应该是。刚才看着那块写的。牛逼吧？嗯。到这就找着了。对。你到这找啊？什么？哎，这会儿是两个，这三个四个吗？嗯。那样是四啊，这会儿四单元，四单元。多么的多么清晰！哪个？上楼。不知道啥样狗啊？他说，701，对，701。我操，来挺痛快的。嗯。你找我没问题吗？我没问题。嗯。找地方了，哪儿了？啊，小狗啊，啊那儿啊！我操，这么点小狗，你看，啊，真有一个，哎，真有一个。你怎么回事？尿银吗？悠悠，你不小孩子吗？小孩还不大呢。哎，哦，那会儿看不着，看不着了。哎，你看看。这个小狗还有小笼子呢。嗯，走，抱走。上来。发水了，发水了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还行啊。还行。啊，下楼了，很乖。你还挺高兴，还摇尾巴。嗯呢。新人呐，那难受啊！不行，你这个小孩吗？还小动作犬？嗯，你骗我呢吗？小孩子，这回看清了吧？是个小孩。手机使劲了，看不着。啊，怎么看？是个小孩。八点儿，还行，没费太多周折，咱就到了，找到了哈。多么的清晰啊！你呢？走了，咱跟我们回家了，你就好好的啊。叫小孩啊？啊。你看这小狗的眼神，跟初夏的一模一样。性格也好，那看着要我太难受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、啊，小孩子？你看，瞅你呢，瞅你呢啊！你叫什么名字呀、啊？你呜呜什么呀？啊，你还呜呜呢？你叫啥呀？
哎呀，这不行啊。七个啊，七个名，太难受了，给他起个名字，真的，看他挺的，真挺像初夏，看他难受的。他那个眼神啊，嗯，也让大家回忆很多呀。嗯呐、啊。慢呢，我给你送走啊！别送走了，别送走了，黄楠，黄楠那会儿养着吧。我给你送走行不行啊？啊？你走不走啊？你叫什么名啊？那现实，你那他的眼睛里面跟初夏的眼睛一样的、嗯，你没有那初夏照片，你能看到他那个眼睛里面的轮廓，跟初夏一样的哈。嗯，他那个脸长得也像，他胖点一个就初夏。你想不想走啊？哎呀妈，上谁家能幸福？这小扒拉狗子，这土狗谁家能好好招待他？哎呦哎呦，你看看不累走还跟这求我呢。嗯，你看看，我给你送走吧。走不走啊？嗯，哎呦，你看这可怜样，还搁那求我呢。哎呦，他不想走了，不想走啊？他可能都没被人抱过。嗯，你看，可怜样。嗯，哎呀，我给你送走吧。啊？不想走吧？想不想走？啊，你还会说话呢？嗯，待会儿跟我说一步吧。你想走吗？那看着我搁那儿求我呢，你想干嘛搁这待着吗？我感觉这狗这么聪明呢，嗯，它这样狗眼睛里面特别明亮，是吧？看，哎呀，她也是个女孩，嗯，给她叫，别叫初夏了，也别叫初冬了，叫初忆吧，初忆，记忆的忆，嗯。记忆的忆，初忆，嗯，挺好啊，初忆，啊，叫初忆了，初忆的记忆的忆，嗯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你是初夏的，当初夏是你妈妈吧，嗯，好不好？以后你就名字了啊，叫初忆，明白吗？初忆，嗯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以后你就小名字叫忆忆，啊，小名叫忆忆，单名叫初忆。知道吗？我也叫小意义啊，就是叫你呢。哎，小意义，哎呀，就是叫你呢啊，叫小意义，行不行？嗯，好吧，以后你叫小意义了啊，然后大名叫初意，抓一个，抓一个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真会握爪啊，哎呦。我去，这狗是智商这么高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，真的太聪明了你！它智商太高了。意、嗯、初意。哎呦我，好吧小意义，你给这留着吧啊，转个。哎呀呀，哎呦我去，它真会。啊。哎呦，我说智商高吗？真管用。这个我绝入纳入我的房中，以后在我房中吧。好。哎呀，再转个来，再来个。来转一个，转呢？你看，转呢？快吧你，刚转呢，转呢，来，转呢？哎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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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小易，哎呀，真乖，真乖！哎呀，小易，哎呀哎呀哎呀啊，真好啊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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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舔你四大爷呢哈！啊，舔你四大爷呢！你这手机有点歪了，给你拿住了。那多好，来来来，来，
多好，那姿势不得劲儿，往上点趴着。对，往上趴。啊，就得劲。哎呦，还挺会见呢。那可会见了。嗯。哎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看看给吃的乐的，我这个没转过来，你看给吃的乐的，哎呀，你要给小吃的乐的，你要给吃的乐的，哎，这小狗好可爱了。可爱了，这小狗，你看，不像我睡觉。咦，重点保护这个狗，红色保护，重点一定要好好养，要保护它啊，一定要好好保护它，可爱了。救回来的？对，刚救回来的。没人要的。嗯。要出来呀，你先待两天吧，我打疫苗你再出来行吗？啊，真乖听话啊，喝点水，晚上吃好吃的啊啊啊，听话啊，嗯，听话啊，初一啊，嗯啊，奶声奶气的。